老师，甲午海难是哪一年？1894年。那戊戌变法呢？1898年。辛亥革命呢？1911年。这个啊，这马上要考试了啊，都得给能考到的，都给记住了，还知道？老师，你光给俺讲答案了，这怎么算呢？这个叫前置纪年算法啊。现在我教你们怎么算。好，来，同学们看一版，来，这个就是前置纪年算法啊。上面是十天干，下面是12地支，这呢还有4句口诀，咱先来读读。公元年朔现减散，初十余朔是田干，己朔改用12初，余朔便是地支年。咱先拿最近的来算，2020年来算啊。2020，公元年朔现减散，咱先减去个散，等于多少？2017，对不对？初十余朔是田干，咱拿这个2017啊，2017除以10，等于多少？啊？等于2017，对不对？咱初十余朔是田干，这个余这个起，咱对应的啊，也就是这个庚啊。咱来看看己朔改用12初，咱拿2017除以什么12，等于多少？哎，对，等于1倍，68.1。咱余这个乙啊，余朔便是地支年，余这个乙呢？咱得对应这个地支，这个乙啊等于子，所以说呢2020年啊又称农历就是庚子年啊。下面同学们都学会了吧？那2021年是属于什么年？听得去的同学们算一下啊。